四万多件冰器，对，冰器很多的。冰器，冰器呢？这个未来肯定是会有的。郑重建议，右手的食指翘着。周围很多人在思考的时候，有这样弹指头啊、踮脚尖啊这样的习惯。那我们思考做决定，不同时期对美的要求不一样。你看，我们先一照相说，把我 P 瘦一点，那个时候都要塑造起来壮壮的、高大强壮的人的样子。我跟大家哇，这个长得好像连爷爷，他这个脸窄窄的啊，我觉得哦，好像是有一点点哈。这个呢，无论是史书上还是后代都没有这种记载，但实际上呢，我们在发掘这个空间，在不同时代吧，在包括在汉代到后代明代，实际上已经有人在这里建造墓葬或者打井的时候，就曾经看到过这个是陶俑的碎块，但是一直没有认识到有这么大规模的一个坑，是230米啊，这个东西长，我们现在在这个在它的东边啊，230米，南北跨度是62米，整个的坑的面积有46米。这也是在兵马俑，就是秦始皇陵区域啊，在最大的一个。但是我们说，这个兵马俑坑呢，实际上是秦始皇陵的一个陪葬设施啊，陪葬设施。整个这个在秦始皇的陵园之的范围之内呢，大概有将近200多个大大小小的陪葬坑。那么1、2、3号坑呢，属于一个军事性质的这么一个服务设施，其中1号坑是面积最大的。它的这个杆呢，都是木质的，所以都基本在出土被腐朽，只有它的上面的葛头、矛头这些这个金属的这些部分还保存了下来。这个在兵马俑坑里呢没有发现这个戴头盔的啊。实际上我们是在就是它是在这个史书记载中呢，秦兵好战很勇猛，是他怎么描述呢？就是秦军呢在打仗的时候呢，他为了轻便起见，把头盔甚至比如说把铠甲都卸下来，啊，这个所以要啊赤膊也是一种好景。这违反军纪。这个我想来，谁方便？我们专家结合文献记载，现在经过研究之后，我们觉得说现在的这个是孝敬宝的一个地方。对，因为史书中有记载说孝敬宝啊，收集公事啊，这个是宝。最快一点，在这个时间，这个就是一个社会舆论也越来越就是向反去啊，反对现在。对，在这个时候，300多年的时候，是法律的形式解释。满先生介绍一下这个。沈亮，您看一下，咱们说真正的其实就是军队排列的一个日子。以前在文献上记载过很多，比如说长阵、曲尺阵呀、圆阵等等。这个是长方形，所以叫长阵。它呢是可以囤积，也可以防守，也可以反击的。前面这三排在这儿看的是架，非常好看。三排，每一排呢有68件，总共有240个构图。他们都穿着青色的战袍，所以他们是远距离的防守部队。所以后面呢跟的是这个铁路队，主要是步兵、北撤兵、南撤兵，就是这个铁路队。那么在最南边和最北边呢，各位是南面还有这样南边的中央。所以这个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从两边来调息的话，这些人一直在做警戒，他们就会很警戒，然后就可以组织这个战斗。在最西边还在土底下，还没有发掘，但是还有一西的还是后卫部队，所以整个这个军阵可以说，你接到了东西就是文献记载是没查到的，所以它被列为一本历史的兵书。对我们啊研究秦代的这种军事布置，已经提供了一个实物模型，可以这样讲。另外啊，您说，天气冷啊，穿着讲到冬将了，穿着西服盔甲。对，有轻装、重装，这些都是盔甲。看到就是这个有，他身上就穿着兵器呢。兵器就是他拿着那种长兵器呢，那个兵器的杆已经腐朽了，腐朽了，没有保存下来，只能保存下来的。就是说造复型木，因为它就这个木质，木质这个兵器的杆不是原来的
真正的兵器。是呀，真兵器。实战兵器呢，它分三个种类，比如说有这种长柄的兵器，长柄的兵器要么就是木柄，要么就是金属柄，就是竹子、竹条做的这个木柄。然后上面的头有杀伤力的部分是青铜的，就是长柄的兵器。还有短兵器，像我们知道青铜的剑呀、刀呀等等。还有一些远射程的，像弓啊、弩啊，这里也都有发现。我们光一号跟前面这儿就发现了有40000多件。40000多件兵器。对，兵器很多的。兵器也多。兵器呢？这个兵器原来我们有个展柜，后来改造就撤了。未来肯定是会有一个展览的。郑重建议。好的，好的。找点标，你到那边的前面，那么久到不来进来了。这些呢，我们都有。到了。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应该这一队，这就是属于重要，先做铠甲。他们全穿的铠甲，这铠甲是雕上去的。这里呢，你看哈，秦俑他呢，差一点点，大哥回去一点。好一点，可以。这个中单奇迹呢，当然除了反映了秦代的军事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另外呢，它的艺术价值是可估量的。我们看到每一件陶俑都是按照秦代真人的样子去雕刻的，那么你能看到这里呢，差不多体现了秦代这个服兵役的年龄的跨度，这里都有。有的看起来特别年轻，像十几岁的娃娃，那个地方就能看得到。还有的呢，飘着长衫，看起来是老者。还有的大量的是中年人，也就是说，秦代这个对差不多17岁到60岁，如果有战士都是需要服兵的。这里呢，他们脸上是体现了这样一个年龄跨度。另外呢，不光能看到年龄不一样，还能看到他们身上的表情的，因为人的阅历不一样。其实不一样的，年轻的小孩呢看起来很稚气，对战争完全没有概念。老年人呢可能打了一辈子仗了，知道战争就是流血牺牲，所以他们很谨慎很严肃。中年人不一样，因为商鞅变法之后呢，给普通的老百姓疏通了一个向上发展的空间。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什么样的角色，只要能够勇敢杀敌，为国家立功，那他们都能够得到封赏、爵位、土地都有。所以呢，中年人看起来都是非常勇敢自信的。所以在这个《张仪列传》里面也记载过，说这个秦军呢如虎狼之师，上战场呢甩掉铠甲，脱掉头盔，赤膊上阵，下战场或者夹着深情的俘虏，然后来领赏。所以这个呢，极大的鼓舞了老百姓的士气，所以把这个固化的阶层呢就改变了。这个是我们俗称将军，是我们发现级别最高的高级军人。那判断他的级别主要从哪管，戴这样的双卷这样的冠呢，因为他是将军的主要标志。另外呢，甲衣你看甲片要小得多，它应该是两层铠甲，上面的大片呢是皮，中间这个小的鱼鳞甲呢，这应该是金属的。这个陶俑呢，因为级别高，你看他的表情，我们刚一号可能没有注意看他们，因为距离的关系看不清，他就是一个大将的这样的风范，指挥若定的这样一个表情。这个手的姿势我觉得是特别有意思，他这个早期说是按着一把宝剑，后来也有专家说可能按到这个车前面的车饰上。最有意思，这个右手的食指翘着。您可能也会观察周围很多人在思考的时候有这样弹指头啊、踮脚尖啊这样的习惯，让我们思考做决定。我相信对每个有的人真的是，他是无意当中有这样的一些小的动作。你看这样一个小的细节啊，都给抓到了。好，大家注意，就是这个人的特点，你发现他的腿部非常的粗壮，但实际上他表现的虽然他是一个固腿，他实际上也是塑造体。这么将近2米的一个秦汉的时候，这个对于男人的要求以捧腹为主，捧腹就是略微还要有一些男性，特别成年男性要有一些动力，这才能显得这是美男子。所以不同时期对美的要求不一样。你看我们先一照相说把我披瘦一点，那时候都要塑造起来都是壮壮的、高大强壮的人的样子。我们开始鼓励大家复古。那年呢，我给这个就是90年代有一个综艺节目叫《正大综艺》，您可能也看过是吧？那个主持人叫李秀媛，台湾的一个小丫头啊，
他来了以后，他说：“哇，这个长得好像莲爷爷，他这个脸窄窄的啊，我觉得哦，好像是有一点点哈。”所以这些陶俑啊，每一件都塑造的非常生动，而且你看这个嘴唇很有力量，带着表情的。在这个我们和搞美术、搞雕塑的这个仪器研究过，他们认为的就是这样的塑造呢，一定是有真实的模特啊。因为它我们所谓仅有几千亲友啊，是要千人千面，每一张脸呢都有它不同的地方。那你说，就说只要是中国人，每个人呢都能在这个亲友军阵里面找到和你最接近的那张脸。所以我们也开发了一个小程序，叫小小你在哪？就是如果您把你的大合照这个丢到这个小程序里面，这个小程序会自动配对到永恒里面一件和您脸型最像的。对，配对最高的也有86%，相似度相当之高。马先生能够来，我们也是感觉到非常的荣幸的。就是其实不管是游客或多或少，只要能通过我的讲解，让大家能够了解到秦兵马俑，我们作为讲解人其实是非常开心的。包括不仅非常欢迎马先生来，还有马先生带的这个学生团体以及各位媒体朋友能够来到兵马俑这里，我们都感到非常的荣幸。那今天这景象就在您这工作几年，有没有觉得很少看过？因为平常都人山人海呢，大家都想看这个。对对，是的，因为像兵马俑坑呢，就是兵马俑自它1974年发现以来，包括它不仅在国内有展览，我们在国外有长期，兵马俑已经去过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可以说所到之处都是人山人海，大家都非常想一睹大秦军阵的这样的一个荣耀。那能够来到现场参观呢，自然就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机会了。所以也是希望大家以后有机会的话，也可以经常来到我们博物馆，来亲自来到这个现场去身临其境的去感受一下这个大秦军阵的这样的一个威武雄壮。那现在马先生来的时候，就之前的准备工作大概做了多久？那有做哪些准备吗？不好意思，有一些可能是涉及到这个保密信息不方便透露，但是每位重兵的到来，我们都会提前做很多的这个准备。像是什么？大概讲一下，几个大项就好了。肯定讲解人员方面以及我们的这个接待礼仪方面，包括就是大到我们的整体的一个规划布局，小到我们细节的准备，就比如说这种讲解器的配发，其实我们都是有研究过的，而且我们是有一套成熟的流程，就是一方面应对就这样的一个重兵接待的。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实在很难确保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菌，也因此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生活中补充益生菌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该怎么选呢？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株最重要。面对换季引起的干痒红肿，能调整体质的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金三角全效配方让肠道增加好菌，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收录多篇学术报告，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每天一包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如果你也想尝试，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每日克菲尔，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